掌声欢迎我们的100位粉丝！大家好，我们站在个大幕的后面，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后面有100个人。欢迎大家来到优酷、芒果娱乐、爱德伟轩联合出品的《宇宙首档进阶式综艺真人秀》，花呗、超次元偶像。看到何勇老师跟后面的100位，整个人就懵了，蒙圈，完全蒙圈。 这个决斗台，也就是我们等一下各位要用1分钟展现自己的舞台。获胜的那一位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破次元星星的称号。留在队伍，但是要戴一个面具，直到拿到破次元第一名。哪位愿意第一位出战？ 下面，王嘉尔。有音乐吗？有，你要什么音乐？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可以吗？不行，要快一点的。比较嘻哈的。不是摇滚，老师，嘻哈的有吗？ 快一点的吧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快一点的吗？还是刚才那个吧。接住我的心，接住我的心，抛给我，抛给我的心。 就真的知道自己和偶像的差距是有多大。来，下面李希子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。 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。人情寒冷，冰冻我的手。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 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茫茫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。
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今天欣姐在舞台上有吸引力，她的那个表演会让你目不转睛的看。戴一个面具，直到拿到破次元第一名。我们请何开朗、陈有为、梁金康同学。很感人啊，马思超。好，谢谢，龚子琪同学。我们十个人里面，我是最弱的，我又戴了面具，我必须要去努力，努力把这个面具摘掉。如果有一天我不会在你的身边，那么请记得曾经我们最感动的、疯狂的、美妙的、真实的心动，心动，心动。记得向我说谎，闹我口红，这是一首歌，一首我们的快乐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的面具男孩，他必须要成为这一期的第一名，他才能够摘下面具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压力非常大。请站到舞台中间。老师能给我杯矿泉水吗？好。好。哦。来。Yeah. OK。再晚一点，走起来，走起来。OK。我想在跑车里，想要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的你，一切的一切都得靠你自己。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条真理，因为 Daddy Mommy 除了生命没有吸引力，看我快乐着点着我说哈利路亚，爸爸妈妈我会哄得哄得像朵红花，我发誓要做老大，慢慢的学着做老大，才发现做到了老大，原来的我就是老大。这世界很酷。